安逸，对呀，表现得很轻松，表现得好像在考察的感觉。根本还没开始走，我操，还没开始走，不能跟他。
对啊，地方更大。我跟你讲，要不是那个老兄跟我们讲冲水的，这些人。你在野柳也很，你之前回来三年前也，你可能要配这个汤，这个酸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我去拿。你们先讲啊，你们先吃。不错不错，这餐可能比庙口还丰富。